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家隔壁人请安好，愿主的平安跟咱三个同在。咱伫生活中间，刚好不断地反省咱的发生的每件事。你若伫反省的中间，你会发现真侪项事是通真感恩的。伫即礼拜时常有讲未了的感恩吼。昨下早起有一个少年人，伊约我要讲话，透早约我伫 Starbucks。所以我伫透早起来，要开车为福建路，行来个中华西路这个交叉口，看到一个伫卖粿啊的阿伯啊，阿爷啊，伫遐一直讲拜托，拜托人甲买迄个伊的粿啊，我想讲西瓜，所以我想讲若买西瓜当天会通食呢，所以我就车就停起来，他们拍开。伊就等一粒粿给我，我就等在我的车顶安尼。我讲啊，这是叫做什么粿？伊讲叫做冬粿。我差足济啊！我甲问讲，迄一粒偌济啦？吼，甲问讲一粒偌济啊？我想讲是50啦，伊甲讲350。哦，我遮贵！我是用一个怜悯的心吼，看这阿伯啊，一直卖，拢无人甲卖。所以我才买一粒，买一粒粿。伊甲讲350，我甲问讲，敢会使较少咧？伊讲，伊足可怜的啦吼。伊拢卖，早起拢无人甲买吼，叫我可怜伊安尼啦。伊一直讲我安那，我爱可怜伊无？我可怜伊嘛，真正我爱可怜伊。我讲350敢会使较少咧？佫袂使咧。所以我就摕500互走。伊拍开伊的皮带的时，我才发现讲，我比伊较可怜。伊内面无一百个，拢一千个，安那一塔。哦，你看我都走啊！伊讲伊无我都走啊！伊讲无你敢会使去买一粒较细粒的，到500。所以我无停无地去买两粒冬瓜，500块。买了后，我心内足欢喜，欢喜什么呢？我今天做了一个善事，日行一善。直接这个冬瓜在我的车顶，我就想讲，无论是冬瓜是西瓜，拢是瓜。我就想讲，今仔日要送我爱心袋，今仔要送我爱心袋，因为咱些爱心袋同工吼，因拢来透早就来整理，因惊收无物件，所以因拢家己去买一寡物件，放伫桌仔顶的所在，来做事，互大家人通来继续摕物件来奉献安尼啦吼。所以我就早起，我就将两粒粿，甲伊放伫迄个咱惠南的车顶，因伊的车顶伫外口，爱占咧吼，较袂用占去安尼，伊直接甲咱占车位。我就将迄个粿呢，甲伊放伫迄个车顶。当个早起，我记得昨日啉咖啡的时，咱的教会同工易云，就摕两粒粿走来我的身躯边，讲牧师，我捡两粒粿。我讲迄两粒是我买的，伊讲我买偌济，我讲我买500块。我哈500，伊讲伊怎惊一个啦？甲我讲哈500安尼啦，我真吓了一跳啦，500块哈。我讲无一斤是偌济啦，伊讲一斤是18块啦。你知道？我讲无安尼啦吼，大粒的吼摕去教会煮，细粒的互爱心袋安尼啦吼。伊讲安尼好吼，所以恁中昼来食着冬瓜，迄条是我奉献的。了呢，我阿哥唔甘愿吼，迄家外口有一个迄个秤啊，我计秤看偌重，结果一秤呢，惊一个一粒才4斤，迄条细粒的4斤72块，你知吼？我看迄条大粒的吼，未超过8斤啊。兄弟姊妹，你若发现即款代志，你心内你会足郁卒的，会袂？爱欢喜快乐，因为有钱的人拢比较比较骗人，你知道？嘛不要紧，我做了，我把爱活了，我就不在乎，我不在乎讲迄个人伊为什么去卖这粒粿，较要紧是我将听甲挖出来 ，Amen。咱袂使因为一个失败，永远就将迄个失败放伫咱内面。
我袂使因为一个乞丐骗我，所以我永远看到乞丐拢感觉遐乞丐伫骗人。我就将迄个较正确的心智放伫我内面，这是第一项。第二项真感谢的事，就是伫拜五的早起啊，咱的土地要变更啊，爱去甲岸边甲我哭啊，我一早起起来祈祷啊，真正遐伫姊妹嘛伫金家祈祷啊，当啊我要出发以前，我去洗一个面啊，我的啊意识吼会当看到台南市。嗯，海这边，规个我拢看会到。我看到岸边干，我去火烧厝，你知哦？我一个直觉哦，我一个直觉是啥？你敢知？唔知？咱已经厝叫放火烧啊，未啦？咱起已经啊，我才错一个，你知？我唔知心内敢放火烧安尼啦吼。第二项，迄所在足近咱的土地，啊嘛足近乌桥的所在啦。我怎啊规个哦，主啊救我！我吼未赴穿衫吼，那拼来开车吼，一直撞撞来个。迄、那个啊，新中路吼、哦，一看感谢主，唔是乌桥，是对面啦，一间迄个油漆公司啦。我心中的重担啊卸下来，搁一项我看见吼、哦，伊来这去办开幕典礼，迄、那个观光工厂开幕典礼，市长嘛来，那个乐团嘛伫遐，啊，这风向向南吹，你知吼、哦，往南吹去，迄、那个风向啦往北吹啊吼。迄味足歹味哦，迄工可能无人敢入去啦。啊，总是方向是往地吹，往南吹。哦，我足感谢上帝，上帝真正足疼人啦。伊嘛知影讲火烧厝不要紧，方向甲转掉就好啊。你知影吼？神是很奇妙的神，伊若甲往北，迄是讲开幕典礼就足麻烦啊。一开幕典礼足麻烦，啊，我满心感谢，我就走去开迄、那个啊、土地变更会议。我一个搞的是无半人。敢若咱的东港伫遐尔，所有要去变更土地遐的官员无一人坐伫遐，你知影？啊，过只五分钟，一个小姐来甲我讲：啊，歹势歹势，我拢去救灾，讲去火灾啊啦！吼、哦，为台北来，还是安平啊区的人拢徛伫迄个所在。啊，即摆要开会时吼，足讨厌咱迄个人，迄山底下救灾无来开会，你知影？足感谢上帝，上帝足奇妙的啦！吼、哦，我听后，啊，伫开会过程吼，我感觉迄个气氛继续好啦！吼、哦。啊，有讲师，就是甲咱讲，咱是产一啊，要变产二啊。我本来唔知虾米叫产一甲产二，产一就是啥呢？工厂伫生产的，啊，产二是啥呢？伫机关工厂生产的事业叫做产二，安尼啦吼。啊，恁即马为产一一个工厂的土地，要甲变作产二的土地，伊一直问我讲，恁要为安平工业区做虾米代志啊？哇，一直甲恁教你知吼。哎，伊讲恁的。叙述无够清楚，安尼即第一项，我就解讲吼，我会当为安平工业工人提供老人的照顾，因爸爸妈妈的照顾，囡仔的照顾，啊，教因音乐对无吼，啊办啊办演讲，啊提高这人工人的素质，啊替啊工厂咧办展示会，迄种我袂讲的啊。就因为伊爱遐，我就安那，忽然间想到我一个灵感，哎、欸，爱去甲问讲，啊你。你敢知影即马只土地一平偌济？伊讲敢问安尼啦，讲主办的人敢问讲土地一平偌济？我讲我甲封仓吼，拢点点唔敢讲。哎呀，啊，伊甲讲上细条的，伊讲细条路啦吼，上俗的是十万，你敢知？我甲讲我唔知，我若唔知，我比伊较知。我是想讲，伊是调查土地计想要创啥安尼啦吼？然后伊讲吼，你来回馈啦。咱的土地即马来变作产二了，爱回馈啦吼，爱回馈政府哦，7.5%，所以叫咱来算个好安尼啦。啊，伊讲是恁要用现在算，还是要用十万来算安尼啦？我甲恁问者啦。啊，了后大家刷，我阁继续问咧，讲恁来使十万，因讲要来以前，我来做市场调查。吼、哦，安尼我听一个讲，哎，感谢上帝吼，即马咱若要买土地啊呐，已经无可能啊啦吼。啊，昨昏大公教会牧师来遮参加一个婚礼。啊！伊就讲，哎、欸，很平。林牧师，今日还阁有土地通买，像恁遐俗个通买。我讲你较早无买吼，即卖已经安那，无机会啊啦吼。讲伊教会是要换所在吼，唔知要换喺倒位安尼啦。哎、欸，我讲我嘛唔知，你也祈祷上帝。伊讲，咱若我倒去买这土地，我讲哦，迄上帝带的吼。啊，讲阮一群小人吼，感觉要买1400平伤小地，啊，所以买2400平安尼啦吼。上帝是安尼赏赐我呢。哎，上帝是足奇妙的上帝啦吼。啊，你后呢，还阁有讲事。伊去问我讲厝嘛，我错一个，讲啊，你要起厝的资金从倒来？啊，迄、那个建筑师吼，甲迄个土地变更公司启顺甲讲，哎、欸，林牧师，
人唔捌滴问这呢，伊先来问这哈。教授问的啦，我问讲你呢钱要从对来？我甲伊讲吼，阮的勤教团队会所足济会员遍布伫台湾各所在，拢足有贴心啊，拢足好个。啊，无变哪讲？你知吼？啊，伊甲讲啊，无你甲记一个好个还是他一个？我真唔知要讲他一个。我袂念啦吼，你是加济啦，什么卡多利亚啦，我袂念安尼吼。卡多利亚什么我嘛袂记得，我记得较早有间卡多利亚咖啡厅，你知吼？伊讲啊，搁较具体无？我讲啊，乌桥。我看吼，啊，当点点，你知吼？讲点点安尼，讲阮的会员中啊有一个乌桥，哎，当点点。啊，听我就先讲啊，上帝有滴错咯，伊就私家讲啥呢？咱等待开说明会，叫咱开啊，开始爱开说明会啦。就是说明，互所有安平港区的这些厂商了解咱要创啥，啊，叫因大家来开会啦吼。嘿，啊，你好耍吼，大家拢走啊，一个个甲叫伊讲，一日就叫恁会友伫遮伫开迄、那个开迄个工程的，大家拢爱来呢。我听着有够好笑啦吼，因那就伫指导咱吼，要哪好通过安尼啦吼，伊伫帮助咱要哪好通过。啊，所以我感觉上帝拢徛伫咱这边啦吼，啊，你起码只要祷告，啊，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Amen、啊、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间你如果常反省你有很多感恩的地方有没有无论好有坏你都会怎样都会很感恩嘛总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过程的中间我们有当时会遇到一个挫折一个失败、啊、一个困绑、啊、我们就永远活在过去我们都走不出来很多年就是走不出来我们心中都有很多忧虑啊，有足侪惊吓，啊，对未来唔知要安怎，啊，总是咱阁无想办法，想要突破，啊，所以一人拢活伫迄个惊吓的所在。你若看报纸，你会惊死。我甲你讲吼，甲你讲啥呢？咱的失业率节节高升，好无哈？咱的收入安那一直减少，物价起价，好无？油起价啊，啥物起价？电起价，好无哈？啊，食饭安那，食饭嘛起价，好无？啊来。起几趴？百分之四点多少？安尼吼啊，收入有没有增加？没有增加。你个看吼，讲三十年来薪水一直降低，吼、哦、薪水一直降低嘛吼。啊，伊无去，当然伊未甲你讲现在薪水降低。你敢要想去讲大学生一波一波一直走出来？哎，要去做食头路，对不对吼？啊，有诶好诶，人拢抢去啊，啊歹诶变嘛，就是这些人吼，这些人可能就是迄个真低薪水诶所诶人嘛吼。啊，真低薪水的人，啊，所以恁未，你伊咧讲这物件时，你讲这啊，物价高升，薪水无提悬，啊，佮生活愈来愈歹时，你会对未来惊吓袂？你会惊吓？有足侪人，逐工都惊吓，真侪惊吓。当时我要甲你讲一个事，就是伫圣经内面一直甲你讲不要怕，啊，唔免惊。伫圣经内面拢总365句的不要怕，唔是讲安尼尔，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做一个拯救甲恢复的工作。拯救就是拯救你倒转来甲神的面前，互你甲伊有好的关系。伊要除去咱的罪，除去咱的意识形态，除去咱过去的失败，互咱个一届伫伊内面恢复，才是上帝之路。这个恢复的本身，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祝福的过程。恳求上帝伫咱的内面深深来帮助咱每一个人。我感觉咱需要得到拯救，嘛需要恢复。恢复什么？恢复生命，恢复丰盛，恢复环境，恢复产业。我再讲一解，恢复什么？恢复咱人内在生命，让咱变成性格、慈爱、怜悯，有圣洁的轨迹在咱内面。恢复什么？恢复环境，让咱跟环境的关系变得真好，让咱跟人的关系安那变得真好。搁一恢复什么？恢复咱的产业。所以上帝恢复是恢复什么呢？恢复咱一个人，成做一个丰盛有活命的人，互咱毋是干呐丰盛，是未来所欲一个丰盛比现在更加济。所以现在即摆请你吼，拄到一个挫折啊，毋通惊吓啦吼，毋通惊吓。啊，伊再去第一场见证吼，带敬拜啊，太太伫遐吼，歹势，伊带敬拜啊，我就问见证讲，见证你捌失恋无？伊讲捌，几届？两届。安尼吼，我讲跟我太太讲，伊讲有被逼的，讲呀，
没爱啊，感谢主啊！我你甲看，虽然两届啊，我要问建志，我问建志，你感觉较早迄两个较好，还是即马即个较好？